邀请到我们这位来聊聊。为什么谎言的说着如此美丽？为什么你在我心里若即若离？为什么我迷失在你走过的目的？告诉我这样疯狂还要继续？难道不是我一场说要跟美丽女孩的交谈多了？在你的心中，你想拥有她的到底是我还是她？难道不是我？谢谢，感谢到我们苏湖来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送给。